就是张若昀伤害我的正骨。这是要干啥哩？没怪就怪你家己啦，我已经吃到这个血栓，我咧亲身在伤着别人。天公伯也是有目睭的啦，你这就是现世报。讲屁哦，你哪有这个面过来问道？正正有答应要帮伊找失踪的红婿，刚配过的红婿，竟然就是姓刘的结拜兄弟蓝静辉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崩 TV 石墨烯塑崩运动裤》。我你怎么这样跟他讲啊？我不干啊！不管是美还是美妻啦，赶快给我赶快收购了。好，家仔，我欢迎你。那不你拄早弄着病，关公我真正爽到无人要爱。安尼，什么人才通了解我的心情？我走在那路的哦，根本就无回头路。可是不要，买单配替上高。这无气质，无水准的，我来继续甲看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崩 TV 石墨烯塑崩运动裤》。你就是一个狐狸精绿茶婊，你敢会管一个小人才把公平正大讲出来？管一个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唔准你吸着伊，伊就是跟你妈同款一模一样。干哪会晓欺负辛苦人，糟蹋辛苦人？干哪会晓做一挂袂记过的代志？哇，恁两个真速配呢！安尼你紧甲相片传给我。谁准备甲伊斗三工？信用知影，信用答应啊。伊的翁婿你是无法度忍受，伊的歹心才离开的。我顶多想要看卖，迄可怜的查甫人生到啥款？这个人，敢毋是信用的结拜兄弟陈进辉？哎，来，恁两个，伊哦，来甲走调查去。一直狗啊，不顺不进，加油啊！刚讲你娶我，就是为着要找一个查某来供养你的高品位。关公真正爽到无人要爱，注定一世人无伴。连外运拢变了，安尼什么人才通了解我的心情？我一定找一个人，把我心内底苦拢讲出来，若无我一定会爆炸。可是不要，我来当配对成功。妈，妈，背楼，楼顶就拢是饭店的房间。我不爱你的钱，我要爱的是你。注意你的态度，我是王三。Jenny， 恁两人哪在家？为什么？情感。